在小朋友的正歌声中，国盛咖啡文化节闹热展开。为着行销推广优质的国盛咖啡，主办单位在入口处布置了台湾型的意象，中央国盛咖啡四个大字，用的就是在地咖啡源头，相当吸引人注意，也同时呈现了活动的内涵。种植的面积已经达了120公顷左右，然后有100公吨的产量。差不多将近有4000万的产值，所以我们对我们农民这么辛苦种植的咖啡，我们一定要极力的帮忙来做推广。除了有精彩节目表演，现场也会当让大家 DIY 特色咖啡以及采花。当然，上重要就是现场展示，每一个农民生产精品咖啡以及品尝，又过天然环境生产的国盛咖啡，饮起来滋味都是特别。饮起来甘醇，真香。好啉，甲你啉过别位甲比比咧，食较好。大杯哦，啊对啊，好啉啦，啊好啉啦，就是好啉，我唔知要大杯，走够贵啊，有啦，你看，买只安尼有会使袂？买安尼贵关咯咧，香啦，咖啡的味道很好。近年来，国盛咖啡已经成为国产咖啡主要品牌。咖啡农对家己生产的咖啡，不但是相当有信心，销售成绩也不断成长。不过，咖啡农也是希望会当继续加强行销推广，希望进一步打进国际市场。国兴因为气候的关系，所以它的回甘率会比较高，然后果香会比较重。推到即马目前感觉咧，感觉成果好无？不错啊，蒸蒸日上。安怎讲？业绩啊，业绩啊，一年比一年卖得好啊！希望呢，上级单位能够来辅导我们国盛香咖啡呢，能够迈向国际，把国盛咖啡能够推展出去。我们希望透过网络，现在年轻人网络哈，还有比较大型的这个媒体呢，能够来跟我们推销。主办单位表示，这场活动拜六礼拜两天，在国盛夜站举办，游客来到现场。利用脸书拍卡，也会当得到一包滤泡式咖啡。欢迎大家踊跃来到国盛，体验国盛咖啡的深度去饮料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